家好，我是 Laura 梁心怡，我是 Esther 梁妍希，非常开心呢，我们今年可以担任女人活十周年大型派对 Girls Pride 跟台湾同志大游行暖身趴的特别嘉宾，10月24号在西门红楼，我们不见不散。当然，我也会有非常精彩的彩虹演出，很期待看到每一个你们。我们又不见不散，不见不散。